一起开起来啊，来。哎哎，叫你危险嘞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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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！Dennis 太危险了 ，Dennis！ 哇，林暗珠，林导出，最厉害。哇，这个除技能还真是啊，真是屌哎、欸！一波弄哦，一波弄哦！为什么不叠双子哦？因为他复仇攻防50倍，我怕打不过去，我宁可在下一关磨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加加加！不是不行啊，没有那个什么队伍技能那种的，因为你那个算是玩技术吧，好不好？那队伍特性就没了、啊，那我用别队都可以啊，很多队都可以、啊，你懂吗？OK， 我们把双子叠起来哈。其实理工兵真的很好打，你只要配对照我这个配对，我觉得真的超级好打的。看那个伤害，怎么样？珠子越多了，先把它消掉。嗯，我们消个，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颗，六颗，七光珠。哦，我们是七光珠哦。如果你用手转把它全部转掉是最好，如果不行也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不止不行，还是非常不行哎！怎么差那么多啊，大哥？第二次58，第三次75%，算给各位看哦。还有一次啊，这次直接把它带走。我自己有危险就开龙科、哦、我基本上我看起来是安全，所以我没差。再开一次这个雨洞兵，这两颗不要笑到就好。这边不用解锁哦，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永锁神魔的主动技能的部分，所以这边不用急着解锁。然后这个横向射击是不能碰，碰了伤害会变零。过来。
马拉这伤害是还蛮 OK， 技术才好说好说啊。在座各位都是高手啊，我只是他们的皮毛而已啊。对啊，但是我可以让各位变得很厉害，我别的不会，我最擅长让各位观众变得超级强。对，因为我擅长用最简单方式叫大家通过最难的关卡啊。哇，那个缺光是不是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零好光呢？看技术再好也敌不过我跟你讲，工程师的一个按键啊，他只要按下去啊，你要生要死就他来决定了。过来 ，OK 啦，让他锤，让他锤，无所谓啦，反正对啊，又不是第一次被他锤，消三颗。哎呀，他给我削六颗啊！哎呀喂呀、啊，哎呀喂，啊你妈妈的嘞！哇操！等下开龙哥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救，我们还是可以救吼。刚刚其实我反应应该要很快就给他按下去才对，我刚刚没有按呐、啊，这是我的问题。这局就看天降多少光珠，哦、不够六颗而已。这局下去就是必死无疑哦。你看零光珠啦，林老师，哎、欸，连龙科都不会掉光是怎样？OK， 最八仙很强，最擅长嘴巴打天下。我不知道你觉得呢？我想听听看你的看法是怎么样。对，说说看，说说看。全安人是不是，公司吧，爱该出来讲个话的。吕洞宾就够抽七大石英，没不烂，真的啦，我失败是没有，吕洞宾不用七大石英，真的。我告诉你哦。弱化剩20%，干化是可以控制的哦。看看我们 C 波是不是讲干化，给各位看一下，什么叫弱化20%，一波干掉它。看好哦。弱化剩20%，一波干掉它哦。啊、不一定一波啦，就是反正多花20%，我可以干掉他，看好哦。叠珠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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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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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各位观众解锁，砰，多花20%一波干掉他哦，看好了、哦，嗯。回吕洞宾，杀！好多暗珠啊！一波 seven 啊，各位观众！一波 seven， 看这个位置有点尴尬。很重要哦。开双子哦，开双子，开双子，大特叫我开双子，大特啊，现在落花剩20%哎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注意点哦。
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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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过干话是可以控制的，看我想不想干，要不想不想讲干话而已。那个讲座前置那个谁反应很快，那谁牛茶反应很好，这边高手很多，刚听不清楚是不是？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铃铛要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平民百姓实况台跟这些高手做交流的一个消息。如果你是新手，跟他们交流下去，你就变高手；如果你是高手，跟他们交流下去，你就变成高手，高手。高高手做高手之间的交流，有没有看到旁边那些高手做高手？这手是指的不是我啦，指的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啊，高手啊！学起来，学起来 ，OK 了 ，OK 了。奇怪了，刚刚明明要做死因，怎么没有做出来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没有啦，我刚刚通关了，前面做死因。我刚刚是要通关的、啊，对啊，你看那个说很好叠啊，你看看，很好叠啊，大家都说很好叠，不是我讲真的，你看那个说很好叠。